OK， 开始录制。今天我们又要打我们的，希望这一次可以顺利破关。啊，我是觉得我们快破关了啦。欸，护士自从贴完那个之后，他就消失欸。你们有看到护士吗？这简直是一团乱，你知道？欸，这里头完全没有住户，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OK， 好。15章没有很长，所以我们应该是有机会。39，我觉得我们快到50000了、欸。他如果增设着火伤害的话，我会觉得，哦 ，Oh my God， 什么声音 ？Shit！Holy shit！ 啊，真的是把我给吓到了！要忘记把声音切小声。可是他娘的，还有库迪包！哦吼！会不会也被那个章鱼抓走啊？咳嗽是我妈妈，她就是还在不舒服。大家有没有什么治咳嗽的那个可以介绍给我妈的？就希望她咳嗽赶快好。今天空气又不好，我觉得她可能因为这样又在咳，对不对，妈妈？今天空气不好，我觉得你应该是这样子在咳。你应该要尽量，像这种天气，应该干脆就不要出去。Oh shit！ 我看到他了，我们该怎么过去？如果拿不到的话，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充满意义。我们等一下还可以过来拿吗？啊！你看看这阴险的炸弹。欸？走，这有了，这有了，不需要。哦，你看看，还好我蹲着，不然我们已经踩到了。我觉得我一过去，他就会，你知道吗？哎，看他被烧掉，我觉得我精神状况好多。挖矿卡。
真的假的？用那个显卡，我觉得有人就是很聪明，他可以干出这种。可是我也不晓得他这到底算是聪明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其实人如果安分守己的话，会有很多方便的东西可以做。但是你看，大家就是不想安分守己，大家就是想要找。哦，拿到感觉真的很舒爽，有钥匙的感觉，有没有？不会躲。因为刚来过了，直接去那边就可以了。省用枪托打。哎，说好的，怎么了？说好的要用枪托打呢？哎，不是说要用枪托？该死的！这不能在哪，这不能在哪。哦、oh, shit， 本来说要枪托的，一直没打到，我不知道为什么。太胡乱了。这水看起来不像在流动，反而像是输送带的感觉。你们觉得工厂输送带？超烦，超烦。把这医疗包用一下好了。哦，灌到满，可是会有副作用。反正打完你不会用到这个。这可能等一下又要装来，不知道打谁了。OK， 好。不过我觉得通常到最后都会打到自己。哎。OK， 水压一直在下降。为什么要？我觉得这是真的假的？快打完了吗？你们可不要哄我开心啊！我的人很容易因为一点事而开心。哎、欸，墙上会插脑子哎、欸，太神奇！之前谁掉的？哎、欸，你看这样也有哎、欸，真的只要蹲着就有脑子，太爽！每一个墙壁都靠看看。走路小声点，免得被章鱼抓走。好可怕、哦！我的妈，我们都还没开枪哎、欸，他就被章鱼抓走了。天哪、啊！因为我觉得这有可能都是主角想的。你看，什么事都是只有主角没事，主角一直都是很好运的。
且蹲低走。那章鱼触手从哪来？这是不是要快啊？还有没有还没爬起来的？还有没有还没爬起来的？来吧！这时候我好想学那个大富翁式哦，火柴在手，希望无穷。来吧，抽一个号码吧。这也不知道能干嘛哦。这分明就是有地方可以关起来。OK， 我看到了，咱们应该是要走那。哇塞，墙壁上插这么多。有了。有了。哦，开始新式肥大阵，快点走。轮流，真他妈太戳！下次就应该要我想我应该要继续走。哪里可以走啊？哦哦，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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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葱烧牛肉面啊，葱烧牛肉面。
好了，不要再浪费了，我觉得他们挺浪费的，都用狙击枪吧。啊！要被章鱼抓到了！哎，不对，怎么样的？哦，等一下，应该就是打他了。他跟沃加特是远亲吗？例如亲戚关系什么的。Have I wandered into some kind of nest？ 对，你还敢想？对，你就是闯进了某种巢穴。你还记得吗 ？D3 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巢穴，叫蜘蛛什么蛙哥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巢穴啊。你还不懂吗？警察装备弹药。嗯，我看一下，这个是爆炸的。OK， 爆炸都好。走。他们真的小声打听下来。这个地方又有存档，存档点超近的，我觉得是该你知道的。啊，要是带个钢盔什么的，会比较近。地图残片。对啊，打猪后有没有第三的猪后？我觉得这男主角肯定是陷入了什么幻想。哎，护士就再也不见了。护士是失踪人口，知道他是失踪人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了。我们先去拿子弹好了，看一下这次不知道可以抽到什么。你说最大奖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存档，然后每个位置都去抽抽看，感觉挺不错。就这个感觉就是很棒。哦，我一点都不想要。早知道先存档，为什么我没有按照我自己所讲的去做？我觉得我就不是很听话，哎，现在要更肯定了。43欸，欸，真的快接近，你看越后面拿越多。天啊，我敢打赌，打完那个之后咱们就有钱了，就不用卖生长布。欸，刚有没有存档？再一次好了，所以多存几次，心头比较安。应该是要打那个章鱼哥了啦。章鱼哥不是已经被煮了吗？那个预测足球失败，然后被煮了，还是我误会了什么？我记得他被煮掉了，而且我今天在吃鱿鱼，你看还在里面。这家鱿鱼真的是很厉害。先吃一下，我吃你的近亲。忘记了怎么讲。走，你这样会爆炸。应该是要拉，咱们先不拉。This is dead.啊，哎，
好，可以看出来他越来越过分了。现在我们要三个。Damn it! What am I, an electrician?要进入解谜了吗？哦，我知道了 ，OK。OK， 好，现在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看一下。我们要先选择不对呀、啊，这不能够那个哎、欸，它不能够转，不能够转吗？我错了吗？抓走了！哦，丽雪，那我刚刚当什么电工啊？你看我没有靠提示哦。章鱼哥不会介意我先捡一下鸡蛋，其实章鱼哥也不怎么看。哎，地上那是什么蠕虫吗？哦 ，shit， 会痛。
章鱼在哪里？哦，我打个针好不好？不要这样作弊好不好？章鱼都不出来，怎么打？怎么打？不出来要怎么打？也挺爽的，可以拿一个子弹包。哦，痛！他躲哪？没看到啊。挺能躲的嘛，为什么我那个会自动换那个啊？怪哦，看一下，看一下，为什么会变电击弩箭啊？哦，原来他会躲在别的地方。哦，他超坏，你知道吗？超坏。哦，我快不行了。哦，我快不行了 ，shit。
OK， 现在。杀死他嘞！章鱼哥其实算好解决的，你知道吗？哦，五万三，哦，呜，是章鱼，是章鱼，边骂边捡。哎，我觉得章鱼哥算好打的，因为一开始我没有打过他，不晓得他的习性，你知道吗？可是，一旦知道了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一只超好打的，而且，哦，刚应该再跟他耗久一点的，因为我发现他真的好。好多弹药哦，他打那个小只的都有弹药，我觉得超棒的。这个是哦，还有吗？我想要打十只，你看还有弹药哦，超棒的，超棒的，天堂！我来到了天堂吗？不，因为他有保护色。哎，我觉得他真的是哦，这是蟑螂不，章鱼真的超棒的，我希望。再多来几只。麦格佐伦打王，其实我觉得我不晓得哎、欸，其实也不用麦格佐伦打王啊。你看我都丢爆炸尖石过去，我只是不知一开始搞不清楚他到底怎么回事，可是后来搞清楚就觉得他超好打的，真的超一级的，而且他送好多东西哦、喔。其实可以跟他多耗一点，看他会不会送更多。那章鱼哥啦，哎，十个贞子我不要，死掉重来，哎，不要啦，算了，有就好了。我们你看，你们这人就是贪心。我要用绿色凝胶，哎，他刚好出现在这，哎，他怎么知道我要用绿色凝胶？哦，存五万了，太好了，可以买低保了。有火烧效果，哦，太棒了。美妙，OK， 我们应该增强我们的那个知道手榴弹不用拿那么多吧，痛苦弩箭已经拿了很多了。其实我从头到尾就没用麦格尼。不，不可以。杰林入侵，再存档吧，太爽了。不要啦，还独档再打，累死了。过关就好。你看你们就是贪心，知道他的好了之后就开始浪费钱钱。哦，不过他真的可以洗很多。哦，我觉得他真的很爽，他可以洗很多东西耶。真的，如果打章鱼哥的话，如果还有机会打困难模式，那章鱼哥我要狂洗。天啊，你知道我全身弹药都满了，打一个章鱼哥，弹药还越来越多，真是太神奇了啊！谢谢你，章鱼哥。哎呀，我不应该去夜市买章鱼，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啊！不要跟我生气哦，章鱼哥。哎、欸，还不行吗？啊，这是真的要再转。会爆炸，你可以站在旁边紧张。OK， go。其实会，因为邪灵入侵，他给我一个。就是一直很紧凑的感觉，虽然说剧情有点搞不大懂，可是它剧情其实很回味，尤其是当你看了别人的剧情的详解了之后，你又会在想，哎、欸，宝宝真的有可能会这样，反正它就是给你一个
后劲很强的一个游戏。你刚开始玩的时候会觉得在干嘛啊？那冲关小，反正就是打了一个王接一个王，再一个王再一个王。可是后来你会发现它就没那么简单哦。这让我期待 DLC。可是 DLC 的话，我会希望它就是哦，红怎么强？如果他出 DLC 的话，就不晓得。反正我就希望，不晓得还有没有得玩了。哎，他有说什么时候出 DLC 吗？他如果出 DLC 的话，我会想玩。就是我希望他增值之类的做少一点，就是这样。然后他还有一个很趣味，就是他的关卡其实做得很欢。可是你知道的，可是如果再玩一次的话，你还是会觉得哦，感觉真的太恐怖了。Oh my god， 这真的很恐怖。哦 ，you， 我们是快破关啦，现在改用走。会哦，下一个我敢赌一定是 die， you will die。通常电影都是这样。哎，这字什么意思？他突然来一个很深奥的单字，我看不懂。You will 什么 ？S U F F E R。有没有英文好的可以啊？血，这么快就遇到他了！他突然来了一个很深奥的单字，怎么搞不懂？哎，我们要开始跑吗？原来是这样，啊，完了，是固定视角，该死的固定视角。所以他游戏对他这个游戏做很贱，就这样 You will die 不就好了，电视都这样演，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呢？哦，天哪，怎么会在这？ You published my research in your name again. Did you think I wouldn't find out? And I have done you a favor. You have no credentialsYou'd never appear in a reputable journal otherwise. Nobody in the world knows you even exist. Oh, but they will know. I have surpassed you in every way you can imagine. No matter. I have what I need. All that's left is the procedure. Indeed. That is why we are here. We?You wouldn't dare. You couldn't complete it without me. Precisely. Oh, 我 OK， 我大概了解了。他们，哎，我东西还没捡。哦，让我捡呢。分散开他们三个，我不是在打过，我又要再打一个。哎，不好意思，不行。
我聪明了，咱们用散弹枪。啊，那个脑子我没捡到，那是大罐的耶。不，他如果没有500有1000，没有1000有3000。哦 ，shit， 我居然没捡到。通关哦，我们真的破关了，我们要破关了，好兴奋哦！现在已经知道了，这鲁维克的脑子被人家取了出来，然后我们就像刀剑神域一样，现在必须要攻破他的脑子。对，上次用枪拖，哎呦，吓我一跳！靠，他一定要这么近吗？嚣张不？你吓到我怎么你不打你？我知道你们库里一包需要休息，等我一下，5分钟。
只好吃海绵宝宝了。不会搞不干，是不是蛮大的吗？这是在干嘛？我想吃包着草莓的糖葫芦哦！哦哦哦 ！Holy shit！ 谁对我开枪？我还给咖啡，你怎么不喝？
不然知道就是海绵宝宝了。你知道就是要冬天，然后那个就会有草莓，然后包成那个冰糖的那个。啊、哦，不会说了，没开。这是谁？他长得像不像那个女警啊？欸，他长得像不像那个女警啊？哦，这个第十五章了。他长得像不像那个女警？我不知道，今天那个整个夜市都要搜啦，因为这边乡下的地方可能这样吧，夜市搜很快。我九点一堆人在收摊了。对啊，我在想应该是很冷。哦，我看不到下面了，我想看下面的，有没有人帮我截图截那一些的全部的？哦哦哦 ，Ruvik， What's wrong？ 长得很像对吧？通常给哪讲电话？哎哎，你先冲哎啊，不来不来了。对嘛？他以为，就不认识人吗？没有啊，我们乡下人，今天，今天没开啊，刚休息。今天怎么可能没卖糖葫芦？这不可能。我上个礼拜还有看到有两摊呢，有两摊呢。啊，这礼拜是怎样？哎，这些老头都闲的。就很偷懒吗？你超没品。我果然有好几张没拿到。哦，抱歉，没有脑浆的瓶子。哦哦哦，很不舒服。哎，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呀、啊？哦，我看到那边有光了。哎，不对啊。哦哦，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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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way。哎，他怎么突然变了一个样啊？我靠，走路还蛮快，算智障智障。Hey, wait！ 你看这主角会扶着墙哎，如果你太靠近墙的话，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蛮真实的。要破关了，要破关了。嗯，不好意思。Kid, where are you taking me? This is all you nee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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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哇，还会启动洒水设备。
哇，这里爆炸可不是闹着玩啊，前面努力都没了。已经没有别条路了，他到底要干嘛？哦，看到了，看到了，在前面。This way. It's going to come down. This way. Sebastian, Leslie. Wow. Oh, 完了。这是谁？Beacon, just like Joseph said. 我知道，但是我不可以用滚轮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没有效果。老实说，是真的蛮伤心的。而且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我没有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发出滚不出来，我并没有更改你。我们终于要到那个灯塔了哦。Ashley。是不是要打王啊？我翻脑子。哇，莱斯利还帮我们直接用瞬移的过来，那是太方便了！我的天啊，这就是灯塔吗？这就是那个灯塔吗？哇塞，古色古香哎，简直是三级古迹。超想看，我就是都看不到啊。那你要来一个派大星？这不是原先的那个一开始进来的？这是聪明的，先拿凝胶。对啊，这就是原本一开始的地方。对啊，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地方。以前会很怕，慢慢的走，那不怕，硬冲。这里还要打谁啊？可以哦，有机会。Blending together into a single piercing noise, until the darkness was broken by sparks, like twinkling starlight. The pain, the noise, the light blends together.
果然他如果说可以感受到他一直被剥离的话，那有可能他就是，你懂我的意思。 Hello Hello， 鲁维克的脑子被剥出来了，被当作这种云端伺服器，欸，终极 AI 还是什么的。欸，这不是咱们一开始躲的哦。可以进去。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躲那个电锯男啊。哦，那时候吓得我屁滚尿流，早知道我那么强，干嘛还躲柜子呢？这沿路捡子弹欸，等一下是要打多大的网啊？沿路都是子弹。哎，好了好了好了，意思意思就好。哎，塞巴真的很生气耶，他都用踹的。解释正中间用脑子。啊，不行，已经来不及了。哦，对，走。啊，秘籍哦，我还没进来。要这样。哎，塞巴真的好生气，他都用踹的。塞巴，你别这样，你要弄哪样？到破关，所以心痒难耐了吧，塞巴？Leslie， 现在我们正在参加101的登顶竞赛。哦，天哪，两个门，开哪个？开这里。不会一个打开是电锯男吧？其实我也不怕电锯男，如果他现在不行，我一定会用我最好的武器刺。哎呦，看到红灯就想蹲。哦，这是坏习惯吗？我看到红灯就想蹲。还是没有问题，有没有哔哔哔 ？By the time I realized Jimenez had betrayed me, it was too late. I was so close. He knew it.Knew that I was too focused to notice when he brought those men. They'd never gotten past my traps otherwise. Their device is a perversion of my own. The device I should have created. My data. My equipment. My theories. My mind. They replaced my husk of a body with a new dimension of torment.现在感觉，OK， 我们会诊一下。现在鲁维克的感觉呢？没关系，没关系，我能够理解。现在这个感觉就是鲁维克的脑袋被做成了云端伺服器，然后现在大家一直都在连线，可是连线的人太多了，所以你看他伺服器快崩坏了。然后还有的人是作弊，例如塞巴就作弊了，你看。哎呀，门不开，我也没办法去啊。哦 ，sorry， 没安电梯门，卖包。检查装备弹药。太愤怒了，先拿一下绿色凝胶。哪里来的绿色凝胶？哪里红的天？对，这样的感觉，对，反正塞巴就是开了外挂，而且外挂还会帮他买装，你懂意思吗？他可能到别人账号来买装，不然他怎么那么多枪？那总之呢，这塞巴现在终于快要破关了，那这云端伺服器也快要被超坏了，所以后面你看那个场景都烂烂的，有没有？哦，这么大罐5000吧？哦，真的，这感觉超棒。队友是被迫加入的，没错。
所以呢，不能用刀剑神域来形容他。他现在感觉就是这样，被强迫人家玩这游戏。你看，当时我也不想玩邪灵入侵，被人家强迫玩的，所以我现在心情跟塞巴其实是差不多的。难怪我这几天门都用踹的，你知道吗？我突然能够理解塞巴，你别生气。哎，嗯。哦哦哦，有剧情，剧情，看一下剧情。哎，司仪怎么看天空啊？天哪，好像美型男哦。你看在享受什么？可是你又黑眼圈哦，你烟熏妆真的画太重了啦。Leslie， 哎，我敢说他应该不是莱斯林，你知道吗？你看他现在走路这么帅，我记得莱斯林走路是这样子的，他突然变帅了，你看看，哎。很像公子哥，因为就还穿那个病人的服装，你骗谁啊？哦，这么高，希望等一下有电梯。你们就是个坏人。Oh my god！ 让我看一下有没有绿色凝胶，解解火，解解火。这我也可以用枪托打爆了。哎，你看那边哦，你看是不是？幸好我捡。等一下，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打王哦。如果所有的王轮流打一次的话，哎呦，这些弹药不知道顶不顶住。哎，这边不能踹。哦，现在场景越来越美好了，你知道吗？这时候应该，哎呦，居然这里还要存档，等一下要打完吧。现在是在这边升级哦，居然有这种事，你还敢做？哦，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吧？就是养成看到就要做一下那种感觉，你知道？近身伤害，来升级一下。OK， 其实跑步也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它会提升你的健康。对，我们等一下去打王。哦，妈妈，我这玩恐怖游戏，你不要乱叫，我会怕。我刚刚还以为王出来了，你知道吗？你看看自己没实力还嫌烦了。嗯，开门。他有西装给你穿，可是他又不穿。算了啦，咱们是漂泊浪子。哦哦哦哦哦哦！这把灯关了，直到最后一刻。Hey, I know you're out there. 为什么要检查？Watch out for his eye. What? If you want to live, you avoid Ruvik's eye. Watch out for his eye. What's that supposed to mean? You'll see.You will understand. 哦，他死了。Poor guy. Rest in peace. 来，火葬。他的意思是说，你要避开鲁维克的眼。可是他一开始不是就看过了吗？哎，到这边不让我们检查。哦哦，他脑子又在痛。你看到谁啦？哦，那就是当时的军官。我知道他闪现嘛。哦，避开鲁维克之眼，不可以看他。哎呀，眼睛闭上了。啊！着火了吧？哦，
去。我可以看他眼睛，不是说好了吗？哎，哦，血，你还是看他眼睛。眼睛超大哎、欸！靠，我觉得有人在看我，你们觉得呢？没用啊。按 B 按 B， 我每次都搞错。
那个实在太近了。打完了没啊？还有没有人？还有没有人？有的话快啊！你们一起上啊！我有的是子弹，不要麻烦了，你们一起来。你们这样，观众都累了，英雄也累了。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你拿装备弹药。起来了，我只是讲讲而已。我没死。OK， 好，拜拜。哦 ，Oh my God！ 这一发不会死哦，要两发。讲讲而已，他们就很认真，你看他们一点，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哪边还要打？这着火的应该要有瞄准到我。夸张了。放个屁子弹 ！Oh shit！ 我真是个崩溃了。上啊上啊，上去上去！啊，那空白键快按烂了，只求你上去很难。怎么上不去？
哦，天哪，妖叔，这真是超紧张的。Out of ammo.我要没弹药。死的！好，我们现在得收集一下弹药，不然等一下我们可能，等一下如果再打完，我们可能就顶不住了。这看一下附近有没有弹药。不行，我们需要大量的弹药。哦，这真的很难打。OK， 反正我们过关了。打完了，打完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没关系，等一下，如果说只剩一只王的话，我们就拿那个来对付他。我省了这么多子弹，就是要来对付他的。只是等一下最后我们就拿那个来打他，应该是 OK 的。而且紧张的时候一直切到那个输入法，所以我的荧幕上会有很多 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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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有，很多 BUPMU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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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MUF
这里都剪完了吗？等一下下去湖里再剪剪看，能剪多少是多少。刀。哦，这里有东西剪，太高了。塞巴有点矮，塞巴有点矮。那个后面还有火箭筒，真是太夸张了，不会说。那还有火箭，上去看看有没有子弹。哦，有，还能再上去吗？不行了。OK， 我们差不多要那个。对，你看我手上完全不想离开那把火把，今天这个火把就跟我过去了。再打一针好了。打满一点，火把还带着吗？好，走。风萧萧兮易水寒，塞巴一去兮不复返。哦，这又要打谁了？该死，没啥子弹。王在哪里啊？真假？全破问，然后，我现在是觉得不可以被那个眼睛看到，对吧？差点忘了。Oh my god！ 拿空弹打我的。
觉得那眼睛全部都在看我哎，好可，好讨厌的感觉哦。你知道那全部人都在盯着你瞧那种感觉，超烦。哎、欸，进去啊！哦，我觉得塞巴超没用。哎、欸，你果然是靠作弊才能够打来这里的。你看，我一直想帮你说话，我现在又更肯定你这样就不行啊。还有还有。这时候就觉得注射器太少了。走。我以为我们快破关了，原来还这么远。哦，这地方好恶心哦！这地方真是，你看这啊，血、哦、像个肠子一样，好恶你真勇敢，你直接跳，自己夸奖自己。这感觉等一下又要打架啦，先四处搜搜看有没有子弹。这也光太强了吧？哎、欸，你看那是什么？哦，超坏、欸。哎、欸，肩膀插着什么？哦，真倒霉！然后我拆炸弹拆了20年，居然败在这个地方，无言了。还有两个箱子怪哦。有子弹没拿，在哪 ？Where？ 哦，这有哦，现在才看到。对，我收的不够仔细。哦，太棒了！哦，这地方再多来点 ，more。这个真的太亮了，很不舒服，好不好？天啊，这地方是天堂，我拿超多的。另外一边有吗？哎 ，reloading。这是每个王都要打一次吗？这个是不是每个王都要打一次？不过每个王都要打一次就太要求了。哦，很亮，不舒服。哦哦哦哦
推杆。哦，对哦，那贞子是不是还要再打？哦 ，shit， 我最不想打的就是贞子。Oh my god， 我不想打贞子。没有，我被网打到，然后再被自己给炸到。其实我也蛮厉害的。我觉得全部的王都要打一次，这个还蛮要求的，你知道吗？全部的王都要打一次哎、欸、！Oh my god，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我想用500个观众换，不用打针，可以吗？哦、oh, yeah！ 这款游戏我看出来就是脑神经增强游戏，就是这样。自从玩了之后，脑神经锻炼很厉害，而且连走位也变好了呢。老召唤派大星出来了，派大星。这个地图真的是有点恶，到不了。OK， 检查装备弹药。
my god！ 啊！没有，我想要直接打，我不想要用那个，我不想要在那边开门关门，开门关门。OK， 我想到了，这个我要用。OK， 好，我用这个。我想到一个可以直接打的方法。我不想关门，我不想关门，我想要直接打。我觉得我的走位是 OK 的，但是他刚刚第二个的地方有点难打，是因为那个水位会上升。水位如果上升，我就没办法下去打。那我就可能，我还不能拆啊，在干嘛？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OK。欸，我其实对我走位是很有信心的，你懂我意思吗？我可以，我觉得我可以直接打，我根本就不需要关门。刚刚不是隔开一只了吗？不是先解决一只完，然后再解决一只。哎，忘开门。不是。有点信心嘛。我哪有用旁门左道？欸，我刚才是直接把那个硬杀掉，欸，根本没有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但是也不用用旁门左道啦，应该没有必要。它没有很难打，只要有弹，只要有子弹，一切都好说。嗯，都解了吗？OK， 装备弹药。相信我嘛，再给我一次。刚刚出了一点 trouble， 你知道。东西都捡了吗？捡了。
Oh shit!你知道我这次死定了吗？因为我在水里面，哦，该死！哦，上不去！哦 ，shit！ 我忘记在哦，我忘记那个水哦，知道在旁边啊、哦。那个水真的是太高了啊！再一次，再一次。哦，我运气真的很差，我要爬上去的时候，那个水刚好满起来。哦、oh, ，shit， 这根本不该这样子。哦、oh ，他那个关卡真的太鸡掰了，是不是？我刚刚一打针就死了。哦、oh, ，他这关卡真的太贱了。你看这样打是不是很刺激？可以直接打，好吧？你直接，你看我都只有用手枪就可以把他打死，会很难吗？其实不会，是他第二阶段那个水满出来，然后刚好把，哎，那个真的是倒霉，真的是太倒霉了，水。今天不知道哎、欸，如果不要发生像刚刚那个倒霉事，已经打完了。刚刚是很倒霉。他那旁边那个刺真的是哦，该死！检查装备弹药哎，哦，血，这次运气又更差了，让我上去，这次还要边跑边捡弹药哎。Reloading, come on, quickly. 太贪打，太贪打！
我打死了！哦，太刺激了，我的妈呀！我就是喜欢挑战这种刺激的感觉，你知道吗？你们应该不能够体会，你们喜欢用各式各样的关卡来过关，但我喜欢用自己的，你知道，你知道这样子过关，你会觉得啊，叮哟叮哟叮哟，你知道这种感觉？哎，你们可能不晓得，就是那种刺激的感觉，超棒的。哎，我不会说哎。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这种东西，对开关关比较简单，其实应该这么做会比较好。但是我就是喜欢挑战那种，就是那种刺激感，你知道那种心脏狂跳的那种感觉哦。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够理解，就是没事啊，我还有爆炸的。我最厉害的是这个，好不好？那是因为刚刚有两只不好打，现在，OK， 等等好，走，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时候来小时候。还要再打哦，我真是不想再打了。Ruvik. Oh. I created this world. You cannot keep me here. 不可能啊，我不可能用那个。哎呦，那个近战我就一定办不到啦。你要找自己介于自己可能办到跟不可能办到，就是那个中间值，你懂吗？现在又是要打哪个王八蛋？罗维克，你真的很无聊，罗维克。可能是阴险的家伙。这该死的游戏。他有那个转身动作，真的很难。我觉得那个角色的转身动作是
是咱们一个非常大的关卡，你知道吗？老实说，我也不喜欢这场景，但是没办法，他们喜欢就啊！我被看到了吗？偶尔再顺那一下走，就开始开始不顺。哦哦哦，好好好，是一个缝隙。是不是要被看到啦？该让我猜。哦，我想我会很讨厌卢维克这个家伙。所以还是只能走这边。你看这个角色转身系统真的是做的有点……哪里在逼啊？哦，看到了。走过去对面看看好了。卢维克，你真的很无聊，你做这个关卡。哦，怎么又被看到了？卢维克，你超无聊的！我觉得你真的是无聊。啊，又在外面。我开始相信卢维克是神经病了。不过他也挺屌的，他在游戏关卡设计这么累，不会说了，我们还得再重新走一次哦。嗯，对，还得存档一次吗？哦，哇。Why not？ 闲着没事存档去。哎，这是连电影都没了，而且还越来越残破。
怎么过了还要再来一次啊？那不就等一下还要？哎，这次是往上。If I make it out alive, I'm never riding in an elevator. 真的。我们开始有窗户啊，我超不想看窗户，我好怕开窗户就开到真的那种东西。检查装备弹药，最后一支注射器啦，再没有就不行了。啊、哦，他的无用棉花球。其实不大熟哎、欸，我才刚当实况主没有多久，所以我其实没有很熟哦。这又是要打哪个混蛋？哎、欸，你看下面，我们要去哪里？It can't be。哎，你看他们躺那不是眼镜哥吗？啊，你这女人，塞巴斯丁！啊，塞巴，省着点用，子弹万一等等打完。Stop. Your interests are the same as ours. Look, I get it. You're not just some rookie detective, and this is not just some ordinary kid. You killed Joseph, and you shot me. So right at this moment, that's enough reason for me not to trust you. You're a good man.That's why I. 你是个好人，现在什么节骨眼了？你还在发好人卡 ？Doesn't matter anymore. If you know who this kid is, if you know anything, you know why he can't be allowed to live. Bullshit. It's Rubik. He's the one that. 要打谁啦 ？Leslie, stop! 哦 ，Leslie, 还是已融化了。完了完了，他吸收了莱斯里。天啊，这就是人造人七号对吧？我记得。后来有出一个那个大魔王，有没有？有没有？还斑点形状的，然后他最后会把人给吃掉，吃掉就是消耗，然后吸取他的能力，该不会就是这种东西吧？我记得是在七龙珠里面。哦，完了要变溜滑梯了，溜滑梯了。哦，对，塞鲁啦，塞鲁。啊，对对对，我都忘记名字了。对啊，我有看到主角的身体。我们要打这只哦。
部的地方打，真的让人觉得不大舒服。哦哦哦，再加一点。不是，你知道我快吃完了。这里要打吗？还是只要跑就好？天哪，他还戴牙套哎！他那个长相不用牙齿矫正了吧？哦，好难哦！我第一次看到有怪还要牙齿矫正，还戴牙套，真是太扯了。哟，你都是恶灵嘞，你还去看牙医？这不对吧？好。Oh shit! Oh! Oh, 那个火车你不要放！哦。哦，重武器耶，这不是哦，快快快，爬上爬上！他还提示你落点在哪？还没落点啊，提示到一半。这是剧情吗？麻烦你拿快点，反正要死了，同归于尽也好。哦，再加那个重量，你的吐脚多痛啊 ！Oh my god！太夸张！
套在他嘴巴里面，在他戴了牙套的嘴里。哦，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哦，你在你的世界里，你好歹把自己想成俊男美女啊！我的妈呀，不要把自己想的那么惨。你可以把你自己想成下玉藻前啊，九尾狐啊。或者是大蛇丸啊，人家都多棒啊！你长得哎，太丑了，太丑了。哦，他醒了，哦哦，他醒了，哎、欸，他脑子，他脑后有根管子，哎、欸，脑后的管子是这样拔的吗？哦，我看这个人痛死了，哦，一直泡在水里，哦哦哦哦，哦哦哦。I created this world. You cannot keep me here. Ruvik.旁边还有躺谁啊？过去。I'm going to finish this. 没毁坏哦，看看容器还有谁？只有躺我而已吗？都没有躺别人呢。啊，踩掉。哦。Vital sign, sir. 有生命迹象，长官。Leave that one. And those two. They're not going anywhere. No one can. What does it mean? No one can leave. I'm still lying.哦哦，博士也死了，所以他们没有爬到99层，没有打败那个伺服器的人。我觉得眼镜哥还是没有死，因为他刚刚照的那个，我们并没有看到眼镜哥，不是吗？有有有，我有这么一回想，我有注意到。Delta Hospital。Go go go!Detective, are you all right? Is there anyone else? Just 莱斯里的位置。Give me some real fresh air. 莱斯里的位置为什么没有？代表莱斯里跑了。
那莱斯里跑了的话，可是莱斯里不是异化了吗？哦，莱斯里异化的话，那跑掉的就是那个啦，鲁维克啊。所以鲁维克已经成功变化他的脑子过去啦。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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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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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斯里在那里。他要走出去，没有警察会询问他做个笔录什么的。走路像美型男啊，是啊，他卡亏亏耶。你知道吗？我还是觉得眼镜哥没有死，因为他刚刚最后照的时候，并没有照到眼镜哥啊，所以我觉得眼镜哥并没有死。啊，怎么破关了？机关枪，这么棒！哦，拿到火箭炮，谢谢谢谢。嗯，哦，二十百千万五万点呢。我过了多久呢？我花了20个小时过关。我要存在最下面，这是我的难易度。哎、欸，我不想看十几次。这游戏的谜题好多哦，雪特做的很不错，就是很有，该怎么说啊？我他最后有很多该怎么说？他最后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动作。其实我们可以再打新游戏。名副其实准备受死。感觉玩最难的脑神经会断落欸。我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的来看他的那个了，因为我都不敢，
因为我都不敢看那个看攻略，因为我想说，你看，因为我喜欢就是，例如说我卡关，然后大家一起，你知道各种破关的。啊，干嘛？等一下，我觉得该怎么说啊？哦，我不会说这个感觉。好啦，那今天开台到这里了，辛苦大家。我们去罗马窝讨论一下剧情吧，大家拜拜。对，现在只能脑补。可是我跟你说，他现在给我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们听听看哦。我跟你说，我发现主角跟鲁维克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鲁维克他是他的姐姐被火烧嘛，可是主角是女儿被烧死的。然后妻子要找寻一个什么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觉得以，而且我跟你说，他这个制作人这一个人，他是原本做恶灵古堡了。他其实原本该怎么说啊？他其实原本是一个非那个这个人，这个制作人他做的东西是很有深度的。所以有一种最大绝是怎么，你知道吗？其实连这一切都是主角在做梦。应该是说主角他自己就是神经病，然后他所做梦梦到这一切，所以大家就是这样子。这是第一点。因为我发现就是你没有发现男主角有鲁维克这样的能力吗？除了他作弊之外，然后还有很多人来帮他，而且紧要关头他都不会死，反正他各式各样不会死。你看其他人都没有醒过来，这是除了主角开大局。所以我觉得有一种最有可能的大局，就让你一直想不出来的，就是有可能就是到最后其实这个男主角才是神经病，然后这一切都是他梦出来的。对，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哎，有可能呢。总之好复杂哦，这游戏好复杂。他什么时候出 DLC？ 他 DLC 已经有概念出来了吗？他什么时候出 DLC 啊？哎呦，实在是……对，我觉得鲁维克就是主角，因为你看鲁维克的能力，主角也有啊。所以搞不好他们俩其实是同一个，我觉得根本就可能主角是代表光明面，然后鲁维克代表黑暗面，我觉得应该会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录制人在我面前会跟他说谢谢谢谢，能够做出这么精彩的作品啊，这是有你的。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比较正常一点的可能，就是没有，我是以最夸张的地方来假设，其实连主角都是神经病。因为他说他有参考一个什么岛，欸，那个叫什么岛啊？他说他的这一部作品是参考什么岛的架构架出来的啊？那一个岛也是啊，其实到最后就是那个主角自己在幻想，所以我觉得这游戏有可能是建筑在，全部都是他自己在幻想这样子。其实我还蛮想再体验一次剧情的。